《剑道第一仙》第三千五百五十八章：少年萧简，云梦村。一阵嘹亮的公鸡打鸣声响起，昏暗的房间中，萧简被一阵轻柔的呼声唤醒：“弟弟，该起床了，你先洗漱晨读，姐姐给你做饭。”萧简睁开眼睛，就看到姐姐把一盏油灯放在了床榻一侧。天还没亮，昏黄的灯光驱散房间内的昏暗。 把姐姐消融瘦削的身影映了出来。才只十三岁的萧简艰难的起身，一如从前那般，先把破旧单薄的被褥叠起来。洗漱之后，便拿出一卷纸页残缺泛黄的书籍，铺在床榻上，就那般映着灯影，认真诵读起来。姐姐萧容早已转身走出房间，很快，厨房中便有一缕炊烟袅袅升起。正是隆冬腊月，天地酷寒。 萧简冻得直哆嗦，不断搓着双手哈气，实在忍不住，就在灯盏旁取暖。但即便如此，依旧不忘诵读昨天刚刚新学的一篇文章。在云梦村的私塾，萧简是最刻苦读书的一个孩子，这是云梦村村民人尽皆知的事情。很快天光破晓，萧简第一时间吹熄油灯，打开窗户，一股凛冽寒风倒灌进来，萧简浑身直哆嗦。 可依旧忍着，捧着书籍站在窗前。灯油也是要钱的，而他和姐姐相依为命，每天维持生计都无比艰难，哪舍得浪费灯油？站在窗前读书，虽然寒冷，可毕竟还能承受。对萧简而言，这就够了。很快，姐姐萧融做好了饭菜，说是饭菜，实则是一碗飘着几根菜叶的稀粥，一个黑乎乎的馒头，一碟腌菜。 萧简看了看饭菜，默默吃起来。姐姐在一侧看着，眉目间尽是笑意。直至吃完饭，萧简却没有像以往那般收拾行囊去私塾上学，而是低着头道：“姐，我不想读书了。”萧荣一怔，关切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又被同学欺负了？”“别怕，姐姐带你去私塾，去找柳先生说一声，一定不会再让你……”“姐，不是的。” 萧简打断道：“我可从来不在意那些欺辱，他们读书都不如我，心有嫉妒才会排挤我、羞辱我。他们越如此，越证明我读书比他们厉害。”一番话尽是自信。萧荣疑惑道：“那又是为何？你担心姐姐拿不出明年交给私塾柳先生的束修学费吗？”放心，姐姐已经快凑够钱了，到时候肯定不耽搁你上学。 萧简这次却沉默了，萧荣谋犯怜惜之色，柔声道：“赚钱的事情你不要再担心，只要把书念好就够了。快去吧，再晚可就要迟到了。”说着，萧荣拉起萧简，把他送到了家门外。把这个鸡蛋和烙饼拿着，饿了吃。姐姐把一个布袋递给萧简，萧简看到姐姐原本纤细白皙的手已被冻得红肿皴裂，生有冻疮。 萧简心中一阵难过，却抿着唇接过布袋，道：“读书真的能让咱们过上好日子吗？”萧荣给出坚定的答复：“能、嗯。”天穹晦暗，堆积着厚厚的阴云，地上白雪茫茫，整个村落都淹没在冰天雪地中。萧简走出家门数十步，忍不住扭头望去，却见姐姐立在门外，正静静地看着自己，在她背后。 是姐弟两人的家，那是一座陈旧破落的小院，泥土房早就年久失修，多处坍塌破损，房顶堆积的大雪很好的掩盖了这座小院的破落景象。姐姐依旧穿着一层单薄的灰色破棉袄，在萧简记忆中，自记事起的每一个冬天，姐姐就好像一直穿着这样一件破袄。快去吧，远远的，姐姐笑着挥手，那笑容就像天光般明净。 比白雪还明媚，萧简嗯了一声，这才转身，单薄瘦弱的身影踏着厚厚的积雪，逆着凛冽狂风，朝位于村东头的私塾艰难行去。私塾的柳先生早已站在学堂外，他一身如袍，柳须，一身书卷气，远远看到萧简踩着大雪而来，不由捻须笑道：“萧简，你又是第一个，不错，不错。一年来，不管寒暑。” 不论刮风下雨，萧简永远是第一个抵达私塾。这个穷苦之家出身的少年，同样给柳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柳先生，萧简上前见礼。我明年不打算来读书了。柳先生困惑：“这是何故？”萧简抿唇，摇了摇头。柳先生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你先去吧，此事以后再说。”暮色时，结束一天的课业。 萧简独自一人匆匆离开私塾，他担心天色若晚了，姐姐会冒着风雪来接自己，那样的话，非把姐姐冻坏不可。路上忽的一群少年窜出来，挡在萧简面前。还没等萧简弄清楚情况，为首一个身材健硕魁梧的少年已经一脚把萧简踹在地上，厚厚的积雪都被砸出一个坑。萧简疼得腰都弯曲起来，眼前发黑。 老子今天非打死你这狗杂种！而那魁梧少年一声冷笑，直接坐在萧简身上，挥拳朝萧简脸上狠狠砸去。萧简猛地侧头朝一侧避开，魁梧少年这一拳砸在地上，疼得他倒吸凉气。还不等反应，萧简那瘦削的身影猛地爆发出一股力量，双臂绞住对方腰部，朝一侧翻滚过去。魁梧少年一声怒吼。 和萧简在雪中激烈搏斗起来，两人一边翻滚一边拳脚相向。萧简身影瘦弱，力气远不如魁梧少年，很快被打得满脸是血。可他狠劲十足，咬着牙拼命般反扑，倒也让魁梧少年一时奈何不了他，并且鼻梁骨都被萧简打断，鲜血迸溅雪地上，刺激的附近那些少年大呼小叫，都很亢奋。李正，打死这个没娘养的贱种！ 这萧简最可恨，柳先生那糟老头天天拿他来教训咱们，早让大家憋了一肚子气。李正，你若不把他打死，你就不算男人。少年们都是萧简的同窗，可看向萧简的眼神都透着鄙夷、恨意和亢奋。李正，你为何打我？我何曾得罪过你？萧简嘶声大叫，他满脸是血，眼眶、鼻子、嘴巴都在淌血。 视野都一片血红，脑袋昏沉，快要撑不住了。此刻的他就像一头被欺负的孤狼，只能拼着狠劲才能挣扎，但想要获胜已不可能。为何？李正一边挥拳，一边愤怒大喝：“我娘说了，你姐姐那贱人勾搭我爹来换钱，竟干一些见不得人的龌龊事情，我娘都被气疯了！”什么？萧简如遭雷击，砰。 李正的拳头狠狠砸在萧简脑袋上，砸得他眼前发黑，浑身都因痛苦在抽搐。可相比于此，他内心就像被利刃刺痛，远不是身上的痛苦可比。萧简眼睛一下子充血，目眦欲裂，发疯般一边还击一边大叫：“你撒谎！你撒谎！我姐才不是那种人！”不是，他那癫狂的样子换来的却尽是哄笑声。 这贱种竟然不知道他姐有多恶心，我看他是读书读傻了。咱云梦村里谁不知道他姐是个臭婊子、烂婊子？村西的洪图户，村南的张货郎，还有李正他爹，哪个没和那婊子上过床？嘿嘿，听说聂空寺那个老和尚也和那婊子有一腿。我爹前天亲眼看到那婊子深夜从聂空寺走了出来，一路鬼鬼祟祟的，似是生怕被人看到。 这算什么？我还听说那婊子和柳先生也有些不清不楚的关系。若非如此，萧简这贱种哪可能会被柳先生这般重视？那些少年们肆无忌惮的嘲笑着，言辞就像一把把利刃插入萧简心脏深处。他就像真的疯了，大吼大叫着，疯狂挣扎着，俨然如若搏命。魁梧少年李正也被吓到，叫上附近那些少年一起。 死死把萧简按在了泥泞不堪的肮脏雪地中，而李正则起身，似宣泄般一拳又一拳砸在萧简身上。渐渐的，萧简不动弹了，瘦弱的身影瘫在地上，身上流淌的鲜血把雪水融化，融入那泥泞肮脏的泥水之中。当萧简恢复意识的时候，只觉浑身时而寒冷彻骨出，时而滚烫如烧，遍体传出针扎般的刺痛。可哪怕如此， 萧简只死死忍着，当艰难地抬起沉重的眼皮时，就看到姐姐那熟悉的脸庞近在咫尺，眉目间尽是深深的忧色。他这才看清，原来自己躺在床上，就是不知道昏迷了多久。弟弟，你醒了！萧荣欢喜道，嗓音都在颤抖。太好了，老天保佑，终于让我弟弟萧简活了回来。少女眼眶泛红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止不住的流。 旋即，他赶忙擦掉眼泪，端起一个药碗，递到萧简唇边：“快快喝了，它，会好起来的。”萧简死死抿着唇，眼眸死死盯着姐姐那满是关切之色的面庞。忽的，他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猛地伸手掀翻了唇边的药碗。啪！药碗落地，四分五裂，药汤也洒了一地。萧荣一呆，连忙道：“没事的。” 你别动，我再去给你熬药。他以为是萧简，是要接过药碗，结果不小心碰翻了。眼见萧荣要离开，萧简猛地道：“站住！打死我也不喝！”声音刚一出口，竟是嘶哑之极。他眼睛死死盯着姐姐，脑海中则浮现出李正那些人曾说的话，心中愤怒的快炸开。萧荣身体一僵，转过身，柔声道：“弟弟，你别胡闹。” 受伤生病了，怎能不吃药？你等着，姐姐马上就来。萧简猛地挣扎要起身，可浑身的疼痛和虚弱让他根本没力气起身。饶是如此，他还是急促喘息道：“我问你，抓药的钱是哪里来的？”萧荣一呆，旋即意识到什么，张了张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已是深夜，昏暗的房间里，气氛沉闷压抑。